间隐藏的搞笑达人。你着急走，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子。在桌子上找师傅。师傅在哪儿呢？师傅，师傅，桌子上没有师傅，害怕师兄，只敢小声的抱怨。妖怪他有个圈儿，那是个魔圈儿，圈的净下圈，净下圈。是啊，我还打了呢。是啊，急死你。师傅步步该塞，处处有难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多少应该防备着点。你倒是防备了，师傅还是被捉去了，还是被捉去了。比起师傅来也不在话下。你着急走，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子，你练招把他疼死了。哎呀，你那招是观音菩萨给的，你怎么练谁受得了啊？心疼猴子一秒，就这样的八戒却被日常嫌弃，在自己眼中是这样的。常言说，粗柳簸箕细柳斗，世上谁嫌男人丑啊？但在师傅的眼中，我去吧。八戒，你先报仇，别吓着人家。悟空，还是你去吧。他长得比我还难看，他比我还难看。哎，师傅，叫我去借宿吧。啊，八戒，你的嘴脸丑陋，言语鲁莽，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，还是为师前去借宿。悟空眼中，沙僧的眼中，要是撞上我老叔啊，我高兴，还来不及呢。要是二师兄你啊，连夜退婚还来不及。就你这模样，谁敢进门？果然，只有自己才不会嫌弃自己。说起普贤男，八戒怕不是祖师爷吧？再说，岂不嫌夫丑？我看就这么着吧。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？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，其实我的心是。